盘免费赠送，传音的专用酒壶一个，六指琴魔弹一首没问题。中午吧，对，中午。赠送你宝典，你得练呢，是不是得练呢？这次欢迎大家来到民族艺术黑木崖，来，今天下午，不，今天中午，你们想听哪一首曲子做开场曲啊？我觉得你可以不用吃饭了，你不用吃饭，你可以当神仙。9.9元包邮，不用，12级全部免费包邮赠送。选曲了，好，还早上呢。天龙八音，选曲了，好好好。来，想听《笑傲江湖之沧海一声笑》，选一。想听《刀剑如梦》，选二。想听六指琴魔，选三。你说我是男孩子也没有错，你说我是女孩子我也没有错，知道为什么吗？自从我们练就琴功，早已是变幻莫测。好，一多，一多是《笑傲江湖》沧海一声笑，是这首吗？我虽然变幻莫测，但我不是公公，我更加不是小公公。好，这首《笑傲江湖》沧海一声笑呢，也分为好几个版本。比方说，这一个版本是任贤齐的，还有黄沾的，还有许冠杰的，还有吕颂贤的。来，你们喜欢哪一个版本？喜欢黄沾的选一，喜欢任贤齐的选二，喜欢吕颂贤的选三，喜欢吕颂贤喜欢许冠杰的选四。弹唱可以呀，黑木崖规矩，华子一个可以弹唱，你有吗？喜欢传音，选921。你星星都没得一个，你还弹唱？所有带节奏的禁言，来一首《笑傲江湖》送给直播间周围少侠与女侠，把你们想听的一二三我们都弹，你们听听我弹的分别是谁的版本。
朋友高一锅六，不喜欢高一锅七呀、啊。在痴痴笑笑，有人说我们是假弹，是放的音乐。诸位，来再听一遍。来，觉得我们是真弹的，扣一拨一。觉得我们是假弹的，扣一不二。来，真弹还是假弹呢？这么简单的问题。感谢诸位支持民族艺术。来，喜欢民族艺术、愿意为传音上榜的，一人一颗小星星，为民族艺术、为传音来涨涨士气。有小星星的，我们记得一人一颗小星星，支持一下我们的天魔琴。感谢数字月送来的烟花，感谢我们小公举送来的清文流。好，来下一首曲子。下一首，想听刀剑如梦，选一。小小你好，想听铁血丹心，选二。想听六指琴魔，选三。数字月，你今日是第几次来黑木崖呀？以前从未见过你呀。来过的，那你是今天是第一次上榜喽？灯牌三级了，没见过，那你之前是哪一个名字啊？我对你并没有任何的关注，好，票数最多的是二，二是什么？二是铁血丹心吗？好，来黑木崖，作为少侠女侠们，现在士气是2.2万。现在传音准备凝聚内力，调调琴。来，诸位，现在我调琴，您点赞，我们一起把赞点到5万整。现在是2.2万，是吧？马上到3万点赞。来，5万整，我们弹奏一首《铁血丹心》。传音弹琴很辛苦，也请大家点点赞。来，给大家发一个福袋。好，现在我调琴了。我调琴，您点赞，诸位兄弟姐妹们。
这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民族艺术黑木崖，现在世纪是30000整，来我们一起点点赞，点到50000，怎么点这么慢呢？兄弟们，今天点的好慢呢。欢迎我们的李公子回家，李公子，上午好啊。3.5万了，来，我们很快就会达到50000整，变成40000吧。我们一边弹琴一边点赞，如何？感谢数字月送来的比心兔。好，接下来传音一边弹琴，大家一起来点点赞啊。铁血丹心对吧？说这铁血丹心啊，也分了2个版本，你们告诉我你们喜欢哪一个？这是原版原素，还有一个是 DJ。 来，想听原版原素的选一，想听 DJ 版的选二。对，83版没错。要经典的。李公子准备吃饭了，好。好，票数最多的是一，原版元素。那么接下来传音将准备为大家弹曲，请大家一起来点点赞，诸位辛苦了。来，铁血丹心，带你们回忆回顾东邪西毒。
一首《铁血丹心》送给直播间这位少侠女侠。喜欢八三版的朋友来，一起扣一波八三，我们致敬永恒的经典。黄日华、翁美玲，是他们俩吧？八三版是最经典的《铁血丹心》，大家应该都喜欢。来，喜欢民族艺术、愿意为传音上榜的，我们一人一颗小星星，为传音、为天魔旗，涨涨士气。一人一颗小星星哈，两个都不要，一人一颗小星星。感谢大家的喜欢，众筹一波小星星啊，有小心咱们记得小星星。好，下一首曲子，来，喜欢，想听《刀剑如梦》，选一；想听《孝庄秘史》，你选二；想听《精忠报国》，选三。没有听到完整的，那是因为你耐心不够。四是什么呀？四难道是杠手的专属？杠精的专属就叫四，对不对呀？票数最多的是一嘛，一是刀剑如梦，对吧？看来你们都喜欢爱也匆匆，恨也匆匆，还是说你们喜欢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啊？生与死一切成功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恨不能。好，直播间诸位少侠女侠们，接下来传音需要改一改调，调调情，请大家一起来点点赞，现在士气是5.8万，来，我们一起把赞点到6.5万，当我们的士气达到6.5万的时候，我们的琴弦就调好了。来，诸位，现在我调琴，您点赞，辛苦了。甜化雨还是雨化甜呢？这位壮士，只愿留在你心中，我看你可以。这次欢迎所有歇传音令回家的家人们，家人们，灯牌记得点亮，欢迎你们回家了。感谢月月送来的比心。欢迎我们的风尘少侠回家。琴弦断不是因为调琴，而是因为弹琴的时间长，它的损耗比较大。琴弦不断那是不正常的，说明没有弹琴不练琴，这个道理应该懂吧？不需要我多解释，你们说对吗？
你有这个福气，有我像我这样好看又帅又有才的天下第一的琴魔钱鱼油，你再牛出了一点大吧。我笑我狂我疯，天雨地风起云涌。树枝月月月小公举来，有啤酒的一起来干一杯，干一杯，我带你们刀剑如梦，笑傲江湖。生与死一切成空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恨不能相逢。爱也匆匆，恨也匆匆，一切都随风。狂笑一声，长叹一声，快活一生，悲哀一生，谁与我生死与共？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恨不能相逢。好，来，接下来就准备弹刀剑如梦了。来，我已经准备好弹刀剑如梦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瓶子里面是什么？瓶子里面是什么？先弹刀剑如梦，你们想听的别的曲子我们可以一首一首来弹，不要着急。来，准备好听刀剑如梦的朋友一起来扣一波一，走，我们生死与共，侠骨柔情。觉得好慢好听的扣一波六，送给直播间作为少侠女侠们。来，是周华健老师的铁粉的，一起扣一波九。
我们致敬这首永恒的经典《刀剑如梦》，感谢数字乐送来的千纸鹤，黑木崖点曲《竹蜻蜓》，飞机一架，十面埋伏是最累的。来，喜欢民族艺术愿意为权益上榜的，我们一人一颗小星星，支持一下传音，支持一下我们的天魔琴。众筹一颗小星星哈，只要一颗小星星，两颗星星都不要，只要一颗小星星。感谢我们云素女侠送来的旅拍兔兔，包禀教主，黑木崖前由大侠送来金银珠宝。感谢数字月送来的直升飞机，来家人们一起数字，一起来给数字月扣一波霸气，来。感谢你的大飞机霸气切割，好，来站好了。点曲是竹蜻蜓，飞机一架，飞机也直接激活我们的锣。很多人能以为我们的锣是摆看的，你们大家时间长了就会知道，我们的锣是可以敲着响的。好，我们的数字乐，我们的榜一说直接切割十面埋伏，来安排，马上安排。十面埋伏这首曲子是我们的民族音乐战曲，来，听过的朋友扣一波一，没听过的朋友扣一波二。准备弹一首《十面埋伏》，这首曲子呢，作为我们的民族音乐战曲，啊，首先说一点，不是只有国外才有战曲的，我们的民族音乐一样有战曲，就是这首《十面埋伏》。在公元2020年前，楚汉大战就是用的《十面埋伏》。这首曲子有人喜欢，也有人不喜欢。喜欢他的人会觉得他气势恢宏，旋律很壮丽；不喜欢他的人呢，觉得他很吵，因为他是战场上厮杀的场景。所以你们喜欢或者是不喜欢，都是正常的。如果你喜欢，你就扣一波六；如果你不喜欢，你可以扣一波七，都可以。好，来。
一首《十面埋伏》送给我们的榜一霸气切歌，我们的柳，我们的树之月，对吗？来，也送给大家。搞一波霸气，
我们的数字月以及直播间诸位少侠女侠们。来，能感受到杀气和霸气的，扣一波921。感谢数字月这位英雄送来的比心。也感谢你霸气的竹蜻蜓飞机点曲。来，喜欢民族艺术愿意为传音上榜的一人一颗小星星，支持一下传音，也支持一下我们的天魔琴。他怎么跟你说的？他给你托梦了吗？对，大家要多支持像我们这样正能量的才艺主播，即便是很多的青少年刷到，你们也不用担心，只会让他们给他们起到一种榜样的作用，你们说对吗？我们是练琴功，但是我们的琴声里面有杀气。这是我们的琴弓，好的，数字月快去吃饭吧。也感谢你对民族艺术对传音的支持啊，祝你用膳愉快，已经是小朋友们的榜样了。好，好，准备下一首曲子。好，吃完饭记得再来啊，吃完饭再来。喊出我一身汗了，这时间埋伏真的很累很热，因为它的力度和速度挺大的，所以就很热很累很累的。好，下一首曲子周围想听什么，来一首温柔一点的吧。嗯，对，没错，还掉人。来，诸位少侠女侠们，下一首曲子，谢谢糖醋送来的星星队。来，想听，来首轻松一点的哈。爱江山爱美人选一，想听笑红尘选二，想听太想念 DJ 选三。来，沧海一声笑，可以等一会儿，你也等一会儿，嗯，先把这一波选完，弹完选一选。一是爱江山爱美人，二是笑红尘，三是太想念。你们看看是二多还是三多呀？一怎么还少呢？看着倒像是二多呀，你们觉得呢？二多笑红尘吗？来，好的，小公举，先把小公主照顾好。那小公主专心吃饭啊。好，直播间诸位少侠女侠们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弹一首《笑红尘》了，弹什么都喜欢。好，请大家看一下左上角，现在士气是8.86万。也就是9万点赞喽，来点到10万，现在是9万了，点到10万，我的琴弦就调好了。
来，现在我调情，大家点点赞，辛苦了，十万整。我只愿开心到老。这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民族艺术黑木崖。嗯，来，现在士气是9.3万，我们一起来点点赞，10万整，马上弹奏《笑红尘》。出手剑气能感受到吗？能不能感受到我们的剑气啊？天魔琴，屏幕突然碎了，那就到黑木崖来给你换一个新的。诸位，接下来就准备弹《笑红尘》了，你受内伤了，来，赶紧到黑木崖来给你吃一颗仙丹，让你恢复一下你的内伤。胡言乱语，直播间民族艺术直播间是你撒野的地方吗？来，诸位，笑红尘也分为两个版本，第一个版本原版原素，还有个 DJ 版。来生难了，爱恨一笔勾销，对酒当歌，我只愿开心到老。风再冷不想逃，花再美也。来，想听原版原素的选一，想听 DJ 版的选二。好，票数最多是一，原版元素。来，
觉得好听的扣一波六。江湖，谢红尘。管他什么恩恩怨怨，理他什么纷繁江湖，谁能笑傲？来，有啤酒加量的，想和传音干杯的，一人拿出一杯啤酒，和传音干了这一杯。漫漫不觉晓，将快乐寻找。如果说笑红尘、笑傲江湖是豪迈，那么笑红尘就是看透人生的一种豁达。哪来的杀气啊？杀你个鸭呀，什么都杀气、啊、目空一切也好。